我叫黄超辉，今年19岁，来自福建泉州。帮他们买早餐啊。老弟，这样子刚买多久啊？昨天买的，昨天被炸掉了。我是从福建来的，福建莆田的。我以前是开服装店的，家里的就是我爸妈给我的，留给我的服装店。后来没做了，因为淘宝有影响嘛，淘宝然后对实体店有影响，然后就服装店就关了，然后就开始做快递。在老家干了2年，就做天天做了2年。后来，因为是承包区，3级的承包区被那个承包商给压制了，所以后来就没开了。没开了就过来玩，然后我妹妹在这边嘛，过来玩了，看到这边快递还可以，就选择了在这边做快递。因为这周边没有什么其他快递可以选择啊，后来只能选择Guotong快递。我叫傅清俊，今年30多了，我来自福建。我做快递这么说的话，有3-5年了。我来Gongbei之前也做过快递，在我们老家。很多人都认为快递这份工作很辛苦，很枯燥无味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我可以把这份工作变得更有趣一点。这是我第3次工作，刚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比较棘手，因为也没有干过像类似这种活嘛。后来慢慢的一天一天的习惯了这个工作了，然后也现在也干得比较畅快自如，比较顺手。最擅长的是包快递、找快递，还有瞎说话。我比较会跟那些客人打交道嘛，然后比如他们来寄快递、取快递的话，就跟他们沟通一下什么的，然后就去亲近客户他们。平时上班呢，吃饭时间不固定吧，有客人的时候就没什么时间吃饭的，闲的时候没客人了再吃吧，大家几个人轮流吃饭。很支持他，第一他这里价钱公道，第二老板为人态度很诚恳啊，你有困难了他就跟他商量，在楼上啊旁边啊我都见面很多很多。同样的买个东西，你是不是要得到个满意的回复啊？但是因为他好我就留下来了。好，168，然后再加那个宣传费100了。你傻了，来澳门大概3年多，基本上每天都会过来，因为觉得价钱便宜啊，然后大家的氛围又比较好。你看啊，帅哥又多，对吧？红又好，价格够便宜的。刚开始嘛，也还可以吧。刚刚开始，这边刚开始没多久，也还没到1年。Guotong的主要工作内容的话，那跟其他快递都一样啊，收派啊，收快递，还有派快递啊，派件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快递，朱小春，寄快递。什么朱小春那一？先下单啊。到。证件也到。
常都是九点出门，然后搭三轮车过来上班，来回行程都是十分钟左右大概。晚上也是搭三轮车回家的，他们也觉得我这样好像也挺辛苦的，就一天到晚都在忙嘛。然后九点出门，十点多或者十一点多回家的话，然后就天天待地下，也不知道白天黑夜了。毕竟在老家干过快递，所以不会觉得手慢脚了。如果在当时在老家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肯定会有啊，很不习惯的。因为老家的话有派件嘛，然后也有收件，然后弄得整天都来不及，每天都是七八点天黑了还在送货，还在外面送货，那时候很辛苦，个个都看到表面都挺赚钱的，其实很辛苦的。每天晚上七八点都要送货去国通快递的中山分拨中心去送货，一般都是老板或者是他的大舅子要送到十点钟左右才会回来，行程的话要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。以前没工作的时候，就天天待在家里，一直打游戏，也很累。然后我感觉现在这个工作让我获得比较充实嘛，也在这里学到更多的社会工作经验。非常忙的时候，你同时要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忙不过来，旁边的客人就在那里催，然后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就想放弃这个工作，然后想想，毕竟是工作啊，还是慢慢的为客人继续服务下去，忙就忙，一件一件来吧，为了生存嘛，动力就是我习惯了这个工作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趣的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。还是有动力的，小孩是动力啊，是吧？赚钱都是这样子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还会选择这份工作的。当然会，当然会，我也会。我们在澳门也开了一家母婴店哦，欢迎大家光临。